감사합니다. 그 지고쌤, 지고씨, 감사합니다. 宣传一下周边吧，还要买哦。对，就是周边第一批没买到的人，现在也是可以再买的。然后一样会有这些小卡，所以大家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。然后顺便再宣传一下，大家可以去帮我的那个全明星赛投票，就是在这个赛季结束之后，7月28在釜山会有一个 WCG 的跑跑卡丁车漂移全明星赛。然后那个全明星赛呢，要怎么投票？详情可以去看我的 YouTube。我的 YouTube 里面有一支比较短，不到1分钟的影片。那支影片里面会有，哎，投票是5分钟了，真的假的？哦，这个应该还来得及，应该还来得及。这个投票还剩3分钟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影片，然后去帮我投票一下啊。投不到了就没关系啊，投不到了就没关系。这个如果有办法成功去釜山，然后去打全明星赛，因为他这个只有8个人可以去。如果有机会被投到前8名，然后去釜山的话，我们会拍一集 vlog，希望大家可以帮忙投一下。然后这个网页基本上里面是长这样。好，这个韩文字呢，有兴趣的可以去翻译一下，啊，没兴趣的就直接往下，然后去投这个，LSB Neo。李武昌雄哦，李武昌雄，哦，要登录哎，然后登录一下，哎，画面卡住了，还有3分钟，应该是可以了。Membership 为什么卡住了？画面卡住了，网站塞爆了，我也卡住了，我也登不进去，网页爆了，被我搞爆了，爆了，我卡在这个 Membership 进不去，网页爆了，怎么办？那网页扛不住5000人的灵压啊！好了，既然这样，那就随缘吧。反正剩1分钟，这个大家想投应该也来不及了，就随缘吧。如果有办法去釜山的话，就是会剪个 vlog 啦。好，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为止，拜拜。저는 공유입니다.